来了。谢谢伟霆的第二支，对，又是罗马尼亚，罗马尼亚宝藏，对，罗马尼亚，这是深海魔王的心脏在里面啊。那这个牌子呢，我们研究了一下，它是写在这边 ，Adi Alvin，Adi Alvin， 当然这个是用英文的方式去念这个，但我觉得 可能不是。这不绝对不会是英文啦，那这真的是木屑哦，哈，这不是纸、哦对啊，这是木屑、哦。而且你看每一盒里面都有这个手写的，然后纸卡，哇、哦，真的是很用心的哦。那当然写什么我也不知道啦。你看这个，这里面真的是木屑呢，我的妈呀，闻一下，真的木头的味道哎、啊，真的、啊，哦，哎、欸，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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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这光拆我们就要研究一下，就是它的这个布，哦，这怎么打开嘞？会不会把它开坏了嘞？这个通常是你来好了，不要我在镜头前就把它弄坏了。这个是钉上去的，哇，你看还有铁片呢，我的妈呀！我觉得啦，弄坏你的视觉。我觉得这就是盖子啦，这上面就是盖子。那喷头在哪里？喷头应该就是这一个，直接这样打开。你看，盖子是这样子的，喷头在这里。我的天哪、啊，这应该是瓶盖，这是我看过最大的瓶盖了。对啊，这应该是什么碉堡的盔甲之类的。对，哦，哎呀，真的哎，哦，然后被这个钉上去，哦，很像在打仗的时候留下的弹孔的痕迹这样。那如果再古老一点，没有子弹，就是这种，好、哦，刀剑给它磕上去这样。好来，那这一支，老蒋真的是不知道了，我们直接闻味道，真的不知道，好不好？对啊，好，因为有没有太少人买这个了，你看枪林弹雨的感觉，就十个人投票，然后五分，这是我看过满分，这真的是满分，五分这样子，OK， 好，就很像我们现在。那个我们 Google 上的评价也是满分哦，真的、哦，只有五个人评价啊，只有五个人评价啊，来，九啊，哦，然后十，这哦九，对不对？嗯，九，对，打仗的时候要喝酒，让自己醉一点，好不好？比较不会那个，而且。咸咸的，应该有盐呐、啊，有盐是咸咸的，它不是甜酒。它咸咸的，是不是打仗流血的？可能是那个意境，咸咸 对, 对不对？铁血的味道，或是海水啊，啊，反正不是血就是海水。我觉得是，确实是鲜血咸咸的这种味道，血液中含铁嘛，对不对？它有铁的味道。哎呀、啊，对呀、啊啊，我觉得真的真的有啊，哦。皮革嘛，还有这个，就是当时的宝怎么样盾牌的那种意思啊，对不对？说说看这个，哦，这木质调，然后很浓哎、欸，其实有点苦的木质调，应该有焚香啦，啊，真的有焚香啊。我很直觉的就有点像哎。欸铁血公爵那一支，对，铁血公爵，对不对？很像在战场上的这种厮杀的味道。哇！但是没有铁血公爵这么暴力冲击，暴力，对、嗯、对，是这个应该是碎发枪啊，啊，那个是炮啊，哦，有吗 ？OK， 嗯嗯嗯，闻得出来是战场的，对，这种氛围，对吧？对。流了多少的汗？就火神枪啊，类似像火神枪那种，有吗？就是钱拿一根那个一直捅的那个，有吗 ？OK， 但我的画面可能再比你再更久一点，那时候是连那个枪炮弹药都还没有，枪炮弹药都还没有的那个年代啦，只是就是冷兵器的时候，冷兵器对，就是对杀，然后去抢堡垒这种互相对砍的那种味道。因为海盗是几乎不穿盔甲的。因为那会妨碍他运动，对，是，所以他们都是快速行动嘛，哦，都是这都不穿的，就自己跳过去，对，嗯，
可是这个铁血味道过去之后，我觉得现在你刚刚讲那个木质元素的味道开始越来越不错了。树脂啊，然后香根草啊，你还是可以闻到香，有那泥土的味道。真的有哦，厉害哦。好，那我们来看看。哦，前面果然是酒哎，威士忌酒，还有盐，果然咸咸的。对，咸咸的。对。人肉咸咸的这样，没有，因为通常有酒，通常都是稍微带一点甜味啦，你知道吗？带一点甜味。对，是，但是它却是咸的，很特别。来，中调焚香、树脂、琥珀、香根草，哦，豪哥厉害。基调是焚香、象台、广藿，哦。我觉得它中后调开始转的比较柔和一些了。厮杀完之后才归于平静了。然后它虽然是香精等级，但是没有太爆炸，没有太爆炸。但是持香我们可能要等一下走到后调的时候再看一下它有没有新的变化。但是前面它带给你的意境是非常非常有画面感。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就是非常直接，就是战场上的味道了。对，好，对。那可是现在。现在我闻到比较有原野旷野的味道，不是旷野之心哦，是就是在原野上面，因为你可能当时的兵器时代是在宽阔的战场上嘛，因为东欧就是大平原啊，就是乌克兰那里，就是欧洲的粮仓嘛。对，那以前要开战是两边讲好，我们就直接对干。那现在是现代，就是现代的战争是躲躲藏藏的嘛，对不对？所以每一代一代的作战方式不一样。好，那。我觉得现在中后调这一支在冷兵器时代厮杀完之后，就回头看着怎么一片尸体倒在那边，然后觉得说我到底自己在干嘛？哈萨克骑兵是不是？哈萨克骑兵对，在东欧大平原上面驰骋，然后直接用冷兵器，对啊，决一胜负。是最后存活下来的人回头看这么疲累的满身是伤，然后回头坐在这边看，觉得我到底为何而战？我到底为什么在打这一场？这支其实非常 man 的，这支很 man 的一支香水，对，非常男性的一支香水。是女的，可能要很有个性了，不然真的很难驾驭。这个真的是很爷们的一支香水。不过这一支中后调，我觉得现在变化反而变得比较，草原宽阔。我已经闻到草香，对，我也闻到了这种宽阔的空气的味道。乌克兰平原的麦秆的味道，因为乌克兰平原就是那边就是东欧大草原，东欧粮仓，对，就是小麦，小麦的出产地。对 ，OK， 我还蛮喜欢现在中后调。对，那開始它的意境感都做得很好，它的意境感开始甚至已经下起雨来了，整个你知道战场上厮杀完之后，你坐在那边，然后开始天气变了，就开始下起雨来了，那一切就这样子。静了下来，我觉得现在的味道走到这里了，哇，太有画面了呢。它是两支非常都有意境的香水，就你一喷就知道，就可以带入那个意境，就会带入在那个意境。有，我觉得这两支都很厉害，都很喜欢，尤其这个，一看我喜欢，你喜欢这支，你喜欢这支，哇，这俩好难比较，我喜欢这支啊，我好难比较，对。我本来觉得两支一起拍一拍，然后做个结案，但是我发现还好，我们一支一支拍，真的太有特色了。对，谢谢伟霆啦，真的再次谢谢伟霆。这两支厉害，他说他自己都还没闻过。那我要跟伟霆讲，这两支真的厉害。对，你再看看影片，跟你实际喷在手上，是看看我们描述的有没有贴切，好不好？那我们前调现在这边，我觉得我的中调已经在改变了，铁血已经过去了，现在就是。在战场上宽阔，然后下起雨来，那还有草的味道，广阔泥土的味道，对不对？香根草泥土的味道。人家说有一句话说，不知道在政治上人家用语，他说如果你要还原最纯真，你只有用最暴力，你才有办法还原最纯真。你有听过这句话？就是把你打回石器时代，对不对？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有。我觉得他想表达就是一开始那种暴力感，然后你才有办法回到最纯粹了。就是等于是砍掉重练的意思啦。好，待会回头见，拜拜。好，深海阎王，刚是浅海阎王。好，深海阎王命名完成了，对，我命名完成了，对。Okay, 好，因为他那个品名太老舍了，对啊。是，好，那这是后调，现在在你上怎么呈现？
其实我更喜欢这一支，比刚刚你 的,、哦的啊、你的那个午后雷阵雨比起来，我更喜欢这个。这个更 man， 更有 power， 更 powerful 一点，那更适合我一点。这支真的是伟霆说的好，这支真的还蛮适合我的。这就是我会买的味道。对， okay， 对，嗯，这强力味道，是你一跟你的客户见面，还是一跟你的供应商见面，这就是那个气场，强大的气场。对，你们就是要直接开干了，就对。对，就是让我的客户压喘不过气来。对，是 OK， 一直沉浸在我的那个魔音传脑中。对，然后就签约了，然后就哦，好好好，你赶快报价来。对，好 OK， 好，好，那现在后调味道嘞？后调味道反而变绿了，就没有前面那个味道这么 strong， 然后那个这么强力，这么爆炸。是，它后面就真的是香根草跟的一点点的泥土感，就像你讲的那个泥土感跟广阔的一点点的药感，那个绿的那个感觉就出来了，真的是有东欧大平原，你知道吧？然后你打完仗的时候，马也死掉了，然后坐在地上，然后杵着刀，对。在那里休息的，是，就因为你在那边厮杀，真的也很累，不像电影里面杀的，好像哇，好像从头到尾，好像三国无双这样，以一当百的，还无双，对，哦，绝对不是这样子的，那它是非常疲累的。那我现在后调的画面就很像，就是很非常疲累的，就是瘫坐在那边。那回头看说，我为什么打了这场仗，我为何而战？那到最后才明白雨边下，然后自己也醒来，问了自己这个问题，得到答案就是，我就只是个军人，我就是得继续在战场上厮杀。所以这个味道又回到了刚开始铁血的味道。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流程的呈现哦。好，从一开始我们闻到的是，一开始闻到就是血的味道嘛，铁嘛，对不对？还有这个锈感啊，对不对？还有一些战场上这种厮杀烟硝味，对。那但是这个烟硝跟烟熏又不一样哦。好，那到了中间转到说静了下来，回头看怎么尸体一片了，那非常疲累，问自己这个问题。那到最后后调不知道好不好吃，想通了，这个雨也停了。只是告诉自己说，我就是个，我的职业就是个军人，我还是必须在战场上。以服从为天职。对对对，又继续回到战场上了。哦，你只有那大概十分钟时间可以去问自己这问题，但是为谁而战？对，你为何而战？好，那十分钟结束之后，你还是得继续拿起枪，继续拿起刀，啊，继续厮杀下去。我觉得这一支是它整个前中后的呈现，它有跟那一支铁血公爵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一支气场非常强大的、非常男性化的一支香水。这个女的可能适合的人可能有，但是不多啦，我必须讲，真的不多。起重机穿皮衣的可能可以了，对对对对。那但是一般我觉得这支男生可能会更，男生可能会更喜欢，对对对，所以他扩散很强，那光是喷上身的感觉，我都觉得这个很持久了。OK， 啊，嗯，好，那这一支你会把它定调在什么调？它其实是酒香木质调，哎，对，对不对？它其实是酒香，它一开始酒还蛮明显的。是，剛剛有不小心收音收到，所以拿给豪哥吃一下。啊，没关系，我不吃那个，等下我中毒了。不好吃啊，那个它就是一个酒香的木质调，它最后还是回归到木质调，它最后还是回归到木质调。对。那我觉得在我身上是有铁的味道，有泥土大地的味道，也有一些草调在里面。对，草调，对，草调比木质调要那个广阔的带出来的木质调要的平原辽阔感这样子。对对对，然后你闻得到泥土的味道，这样对，好不好？那如果是在豪哥给的调性零到十，你会给他几分？这支我给他十分了。哇，这支我给他十分，对，因为我很喜欢这支。对，这支就是很，你看他这个完全就是我的菜，就黑色的。对，因为伟霆他拿这支来说，他说这个希望请豪哥拍，因为他觉得这是豪哥的菜。对，受宠若惊，真的，谢谢了。
谢谢。厉害，对，他果然真的有在看你的影片。谢谢，對，谢谢，谢谢。是，好，那你会给他十分吗？我给他十分，这就是我的很纯粹我的菜，对，就是我会买的味道。OK， 好，那这一支我给他零到十分，我会给他十分。我很喜欢这一个战场上的画面，特别是战场上不是只有厮杀而已，更多时候其实我们都不晓得我们到底为何而战，好，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有时候你当你不知道为什么而战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为什么拿着我自己的性命在这个上战场厮杀。好，战场上永远都有一个规则，就是即便是所谓胜利的一方，其实最后都是输了。好，没有所谓胜利的一方。你现在可以把它不要战场了，是商场了啊，商场是 是 对 对 对，商场如战场啊。对，好，那也是一样嘛。我觉得商场也是如同我们刚刚讲的，为何而战？你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对不对？那你当然会遇到竞争对手，给你的攻击跟竞争。对，那这个你有你的心跟念，就决定你怎么转向了，你怎么走向了。永远都会嫌老板定的 KPI 实在是太高了，根本达不到。对，好，那我觉得还是回过头来，我们的天职就是个军人，就是得继续往前看了。你没有太多的时间留下来驻足停留了啦，好不好？就是我觉得这一支，如果它是以战场的氛围来呈现，我觉得它完整的表达了一个战场上士兵的故事啊，非常的棒。我个人非常喜欢，谢谢豪哥跟我们一起今天聊这一支深海阎王，拜拜拜拜。